啊，媳妇，你怎么啦？婆婆，我这几天老是想吐。哎呀，婆婆，阿丁那天晚上回来了一下，该不会有了吧？那肯定是有了，华子真棒。婆婆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。肯定是啊，老二媳妇，婆婆也没什么可以给你的。这个是我当年生老大的时候，你们奶奶给的，就这个。现在呀，我把它给你。恭喜你啊，赵又要当妈妈了。谢谢婆婆，谢谢嫂子。那我去洗衣服啦。哎呀，洗什么衣服啊？你现在开始就好好休息。老大媳妇，你去洗一下。可是我人有点不舒服。总不能让老二媳妇去啊，你辛苦一下。明天早上啊，我带她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。那好吧，二赵，你去休息，我来洗。老二媳妇，你想吃什么？婆婆给你做。我想吃。阴天傍晚，车窗外，回来后一个人坐等待，想做啊，今天什么事这么开心？好事，我家老二媳妇怀孕了。啊，还是二赵肚子有料，一来就带一个，现在又有一个。不过啊，还是自家的孩子好。哎，都过门了，都是自家的孩子，没什么分别。什么没分别？是家里人别叫啊，哪里一样啊？你自己看面子上过不过得去。这不用你操心。我看着飞，拿着爱的。大嫂，大嫂，你家二嫂怀孕了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都嫁过来好几年了，肚子都没动静，二嫂才来没多久就有了，你这家庭地位不保啊！你这么闲是没事干吗？我是为你好啊，大嫂，你婆婆现在肯定什么事都让你做，以后啊，有你好过的。我婆婆不是那种人，你婆婆想抱孙子可是想了很久了，现在好了，以后东西都是二招的。不会的。不信啊，你就等着看吧，赶快想办法再怀一个。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，赶快想办法再怀一个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？表妹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看起来闷闷不乐的。表嫂，这还不是我爸妈天天催着我找对象，这都还没到年底呢，我的相亲对象就从初一排到了15，这个年还怎么过呀？叔叔婶婶也是着急了，像你长得漂亮，条件又好，怎么不谈一个男朋友啊？主要我自己圈子窄，不认识什么男生嘛，但我也不想相亲啊，两人往那一坐多尴尬呀。其实找对象没那么难的，你可以试试。来这上面找对象的男生女生还真不少呢。那当然啦，你可以去左下角下一个试试看，帅哥可多的是呢。嗯，我现在就去了。嗯，表妹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你别不开心了。嗯，好。二媳妇，我刚刚路过金店，就买了一条项链，好不好看？嗯，好看。哎，嫂子，你回来了，快进来吃饭啊。老二媳妇，来，这些是我亲自为你剥的，快吃。婆婆，我自己来吧。哎呀，我都忘记了你不吃醋，以后啊，想吃什么跟我说，我单独给你做。谢谢婆婆，嫂子，你也多吃点。哦，对呀，老大媳妇，来，你也多吃一点。明天需要的东西要准备好，明天一大早就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嗯，知道了，婆婆。老二媳妇，快放下，放下，我来收拾。老大媳妇，你去洗点水果。唉，我什么时候也能有个宝宝啊？人只要有几二招吃水果。嫂子，你先吃，我扫下地。哎呀，你怎么能干这活呀？老大媳妇，你来帮忙。快点啊，愣着干嘛？哎，老大媳妇。老二媳妇，她是不是委屈了？嗯，嫂子想要孩子这么久了都没要上，她肯定很伤心。都怪我太高兴了，都没照顾到她的感受。哎，刚刚项链也没给她。老二媳妇，你在家休息，我去找她。嗯，婆婆你快去。老大媳妇，老大媳妇，婆婆还有什么事吗？对不起，二媳妇，婆婆今天忽略了你的感受，都忘了你对虾姑过敏，是我不对，是我肚子不争气，我是气我自己，不关你们的事。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他们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身边都是有定数的，不要有压力，顺其自然就好。婆婆，我。
今天我把手镯给了老二媳妇，特地又给你买了条项链，你看喜不喜欢？嗯，喜欢。来，拿着，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以后啊，婆婆一定不会区别对待的。嗯。